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正言上人纳履足迹。溯源慈济的慈善置业缘起，是从50多年前上人的一念初心开始，见东部医疗发展贫瘠，因此兴起了盖医院的愿力。于是从5毛钱的竹筒岁月，将众人的善念点滴累积，才能成就今日的慈济大家庭。现在敬请一同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主这路上啊，这是人要堪忍，这种堪忍世界，因为它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呢叫做堪忍世界。你不堪忍耐啦，娑婆世界呢，那就是苦不堪啦。因为众生是苦，菩萨才来人间。既然呢来到人间，发心入观啊，要学菩萨道，要学菩萨道啦，咱必定呢爱贪得其人。这几十年来，起码在座有40年，有30多年，有20多年，都是。很自身，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掏腰包啦。我较早呢来访时吼，一年有2次，我会对大家人吼安尼去闹啊，乡下那真乡下，会炸着便当，去到倒位啊，才有一个空旷的地方，咱大家人坐落来吃饭。我嘛会去，感觉就讲，迄个时阵呢是上快乐，很清安自在。迄个时阵无志工好管，大家人凭着很诚恳的爱心去付出，哎，无伫咧喊道甲暗，慢慢来啦，就会有一位吼。4点都爱集合到多位的吼，那慢慢地的严格落来啦。啊，大家人呢还是安尼服从，这都是吼组织人呐的队伍之美。所谓着起病院呢，是40多年前的代志。组织呢，迄个时，只5角银，到甲讲吼。5块、10块，这恁拢有收到的。恁吼，这几百块的家庭吃钱，无定着恁去收的吼，还阁是50块、几十块。所以是这呢，真辛苦，掏腰包啊，那付出啦。透早天未光出门，等于甲厝已经呢规半暝啦。这拢总是吼，足辛苦的啦。我爱大家人吼，现在咱都爱莫忘那一年，就是要来回顾过去，咱过去安怎行出来的路。少年人呢，无看到，无听到，咱也拢无伫咧的时，后边的人啦。来讲这个话吼，无人会相信。咱爱把握时间，用咱的生命来做咱家己的见证。因为呢，这个拢是呢，较早甲咱行出来。你伫咧分享，这个人伫遐伫咧点头，对吼。阮迄个时阵，伫后壁哪伫咧补充，这就是吼。最好、最真、
最神最水的见证，所以这真实在，所以我爱大家人真正是吼爱来回顾过去，莫忘那一年，莫忘那一人。我阵也唔知影风是做是啥，伊讲我一声就应好，哦啊应好了，转来吼，怎啊未食未困，瘦三公斤。我讲，哦啊，这是要安怎做？啊，无人教我啊，这要安怎做了？我讲啊，不管啦，反正哦，若发生代志，我就走第一，哦啊，收到头尾啊，反正做就对了，安尼。我就安尼做，安尼做。哦，啊，我迄阵哦，是配合我的副组长，就是黄瑞珍师姐。第一次，我们都不认识，说我做做访视组，刚好我去找他，两个人就配合。我说我较含慢呐，啊，伊吼，伊是较有读册，我较无读册，他高考安尼。我讲你做来，我做完。啊，哪收件，拢我来收。回来的时候收件回来，我们就配合。啊，每一次都在写个案，他比较会写，我比较不会。啊，就互相教。我们做到有时候做到三更半夜，一点多我还没回家。啊！迄阵啊，阮三个拢做有参详的，因为阮第一面接触，啊，所以啥物代志，阮就随当来讲，吼，啊，大家就互相研究，讲这要安怎讨论，那要安怎，互大家拢会欢喜安尼。所以我们当初是真的很费心，吼，啊，我们也真的很尽力，啊，这就是因为阮实际引诱，引诱阮入来做的。我上阶段收获安尼，这是咱生命中的历史，唔通袂记来。好，甲你祝福，感恩。来，看个人吼，做者美甲，啊，学个怎嘛吼，较风水较会晓，无较早那袂晓。因为风水内底迄技巧吼，是你爱吼日积月累去看，较知影讲迄美甲里底。我有一次来静思堂，啊，入去收工，啊，咱的社工加咱的志工咧冤家啦，两个吼个案有争议，伊要安尼，伊要安尼，啊，两个拢咧吼啦，讲吼，啊，恁较着为着这个案咧吼咧，我甲社工讲，我讲，玲玲吼，师姑师伯若来，你着拿一条椅仔互坐，啊，添一杯茶互啉，因为较免做做热啊。哦，爱啉落吼，迄气就较会消。啊，恁来讨论个案，若袂冤家，啊，恁两个冤家架吼，你也好，你也好，不值得啦。爱做够欢喜啦，因怎安尼笑啦？啊，所以吼，我就甲社工讲，恁若有争议的个案吼，你爱向师姑师伯去看。啊，所以咱老的，咱得爱靠这新的，因为新的吼。坦白讲，因历练较无限些，拄到问题，咱若去甲解决，我相信会行较顺啦吼。真正是肯定感恩，即予大家人有修行的机会啦。所以虽然迄当阵挥了眼泪，擦干了眼泪呢，还是向前走。这种吼对师父坚定的心。而且吼，师父嘛是吼，真殷勤啦。当恁吼，若想要剃度心，师父拢会去到恁家甲恁叫。迄当阵吼，师父真有灵性吼，那到倒位啦。恁若心伫咧，啊，都千处祈求千处现吼，师父呢，到处。都去给人叫吼，那
爱坚定道心嘛，这拢是叫做因缘呐。感恩有这呢只水的因缘啊，咱成就今仔日真善美的大团体，大家人只爱坚定啦，那有爱努，这是咱做人的原则吼。所以真期待现在咱的社工菩萨年轻人呐，那有伫遮听啊师父的话，都爱记好掉吼。安尼呢，这是成功同理心，因为志工定来会甲大家人拢讲同理心，同理心家己爱用起来，因为咱。总是比资深的委员较少年，所以呢，少年人常常讲的同理心啊，要用在自己的身形上。何凤公师傅常常讲，恁来给我听笑，资深的委员，资深那无因呐，无资深，资深。两个字不是名，不是名称，是身体力行，慈悲喜舍，共同合心合作来投入人群，也就是讲菩萨所言言苦众生，菩萨面对的是众生。无有众生受苦啦，人间都无菩萨的名称，所以菩萨伊所言的是苦难的众生。遐个苦难的众生，甲遮个菩萨拢无关系。唔过呢，遮个甲咱无关无系呢，咱要去付出，这就是。金色菩萨，我跟那我们就哭没关系，好不好？你就讲讲讲就讲，想哭就哭。我终于这五十几年行过来，我的心愿啦，希望用佛法经来铺路，那提高了大家人也成为菩萨。开导菩萨道，所以多少年前呐、啊，师父都讲，那师父是用经铺路行过来，用爱铺的路走过来呀、啊。安尼呢，是经一字一字铺啦，规个佛法经呢，大家人安尼对师父行。虽然我无明讲讲，这就是《法华经》，不明讲，但是呢，大家人回顾一下，恁是不是吼开始发心，都无所求，就是做甲真欢喜，直直付出，直直付出，这种呢，付出无所求，叫做三轮体空，三轮体空啊。无，迄、那个人是予我救济的人。无啦，因为我真尊重伊，因为呢，我已经到甲讲吼，我付出啦，了后我还阁真感恩哦。这就是已经破掉了，我会去帮助人的人。我的付出啦，无限量，我已经袂记你讲吼。我到底用偌济钱啊？我到底行偌济路啦？我的车专工买一部车，专门来载志工。我添我的车油，嘛袂记哩啊啦。我买车，我添车油，专门伫咧载志工去访视，上山路岭都是安尼咧行，最好。都已经袂记哩啊！
无计量啦，这叫做功德无量，无量功德。全球的组织人会当听到，听到咱诸清菩萨啦，咱过去是安怎做？其他呢？菩萨满天下，不是干那台湾的菩萨，其他每一位菩萨吼，慈济人呐，在迄个所在听。在那個地方發心立願，既然說自在，那足思談自在，咱若會當安尼啦，自在的精神，就在多一个國家都活起來，有自在的精神活在那個國家，那個國家呢，就是善，化惡為善啦，那轉苦為甜，吼。专靠为甘，咱有一首歌，梅，啊，较常唱嘞啦，真空妙意哇，出世入世啦吼，咱真空妙意哇吼，各位菩萨爱记得哦，是啊，住这世界实在真水啦，对台湾水甲国际间去。真正，咱爱好好用心，用心呢，伫凝聚在一起。师父希望大家人做一个人生命中的贵人，人慧命中的贵人。生命中的贵人是面对苦难的众生，慧命中的贵人呢，就是菩萨救生。所以。师父一直爱恁讲，唔通停歇，唔是为着钱念定。当然啦，你要做得好，一定爱钱。但是呢，唔是为钱，上重要是为人，上重要是净化人心，上重要呢，带出了人人是菩萨。所以呢，恁唔通休歇吼。安即嘛，四大事业哦。是力量甲我来吼，才有力。所以各位菩萨，慈济人是真实做出来，对台湾到国际，都是爱讲一个真实。师父若知影，该要做，唔免烦恼，真心去做，付出就对了。这个世界水，水在哪位啊？水在付出，付出无少结果啦。水在心连心啦，水在手牵手啦。苦
带爱，有同情，专靠这几天吼，是啊，这几天师父拢常常伫咧讲，就是伫咧讲这条歌，所以《法华经》恁伫咧读，我真安心。咱若有入心啦，发入心啦，咱永恒都不会迷失。今生来世，咱智慧成为精进，入咱的第八识，搁再过二到第九识。第九识呢，就是佛清净无染啦，回归本性，那就是第九识。咱生活的本性就是第九识，吼。那咱呢，伫这个善恶十二有啦，迄个识叫做第八识。咱行善做甲真欢喜，那碰到什么款的逆境，啊，咱都碰到啦，都停落来，踢到铁板，咱踢到铁板，紧呼呼嘞。海信的鞋啊穿好好，搁向前行，这才是真正吼，真正菩萨无休息啦，是生生世世，逐天每一场，我若出，他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啦，后面响着吼，心心念念，生生世世，啊，为什么？恢复教，恢复教，恢复教，是啊。为佛教，为众生哦，吼！那然后佛陀教咱要安怎样将六识这个分别外面啦、形形色色这个六识啦，要入去第七识。第七识是思考。那咱伫这个内底，咱思考，歹剥掉，好的捡起来，那。入去第八识，去到第八识呢，咱唔是干呐，伫人的心，咱爱过入去到呢菩萨的智慧，那就是第九识，这叫做成佛啦。的第九识是清净啦，过而清净，各位菩萨，咱为人间、为社会付出无所求，还要安怎讲？感恩呐！透过善的传递，让世界各地皆能撒布爱的种子，并且成长茁壮。上人感恩全球慈济人皆能同心同志，发挥自身的力量，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。期待弟子们持续人间菩萨大招生。爱的能量是不分国家种族，只要心念向善，皆能凝聚这份念力，让世间祥和平安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正言上人纳履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